在河南省鲁山县二郎庙乡附近的深山里，有这样一个小村庄，它依山傍河，自然恬静。在村边不远的小河旁，有一座不打眼的小庙。小庙是当地的村民自发修建的，单薄简陋的外观很容易让人忽视它的存在。然而，在当地人的心中，与传说中的仙道神佛相比，这座小庙里供奉的人物显得亲近而真实。老年人说的，他就说么子，是一个能文能武能啥都会的人，所以他对老百姓比较是最好。给老百姓送个药啥，他是啥都爱护的。老百姓军的、民的，他都爱。吵好几年了，说妹子那么好，既然是好神，也是好人，过去是好人，这样好神，那不给他盖个庙？这大家都说，这盖吧，盖了个，都捐点资。每逢农闲时节，村民们就会聚集在这里，用一种世代相传、载歌载舞的祈祷方式，向墨子这位2000年前的老邻居奉上自己的爱戴与虔敬。墨子庙虽小，却也人气十足，终年香火兴旺。墨子是个好人，因为他原来是人，可是在咱这住过。是的嘛，他是那个老庙的人嘛。这里的风光也是确实特别特别的美，民风非常的淳朴，对待外地来的客人都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热。鲁山真是那个物华天宝，那个人杰地灵，感到在这块产生那个墨子是很自然的事情。庙里供奉的这尊书生模样的塑像就是墨子，2000多年前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2400多年以前呢，他都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什么东西的一个那个和平那个理想的一个社会，对吧？他主张平等民主，他主张要人人要相爱，那现在的话套，那可以说那就是博爱。他那个2000多年前，墨子的学说曾经和同时期的儒家学说并称为显学，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然而，到了大一统的秦汉王朝以后，墨子学说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即使是最繁盛的后继王朝，对墨子的思想也很少有过重视和弘扬。与整体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远离文明中心的崇山峻岭之中，墨子的人格却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当地民众。今天一下他仍然深入人心。你到庐山，你说你问墨子的，哪有墨子一句可说？你在路上随便找个人，他都能跟你谈。我想，就是人这个深深受了墨子这种伟大人格的感染。墨子本身，他的这个行为、他的人格魅力、他的精神境界非常是高的。墨子阻止了这个楚国和宋国的一场恶性战争，但是墨子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而且知道去了以后可能会被公输办杀了。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段用鲜血染红的历史，国家与国家间的征战杀伐此起彼伏，连年不断。有一年，强大的楚国动了征讨宋国的念头，意图称霸诸侯的楚惠王重用了一个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他叫公输班，也就是后来被工匠们称作祖师的鲁班。公输班为楚国制造了攻城云梯等一系列当时最尖端的攻城武器。
强楚准备攻宋的消息一经传出，曾经饱受战争摧残的宋国百姓又一次濒临悲观和绝望的边缘。宋国当时呢，在几大强国楚国、齐国、燕国，还有这个鲁国等强国中间很弱，时常受到各国战争的骚扰。墨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安排训练他的弟子在宋城防守，宋国至边疆防守。同时，墨子只剩一个人，这个行十日十夜到楚国的首都郢，那就是今天的湖北江陵，他去献书，这个去劝止楚王不要攻宋。由于路途遥远，墨翟日夜兼行，走得脚底起了泡，出了血。这样奔走了十天十夜，终于到了楚国的都城郢城。墨子去了以后，就见到公输班，因为公输班和墨子是老乡，但是公输班他又下不了台阶，因为他为楚王为楚国已经造好了兵器，准备攻打宋国，而且楚王已经同意了这种军事行动。后来就是墨子就说，何必不去带我见一下楚王。在墨家唯一的传世作品《墨子公输篇》中，对墨子劝谏楚惠王的过程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描述。当时墨子对楚惠王说，楚国的国土有5000里，宋国却只有500里，楚国物产丰富，宋国却是一个物产相对贫瘠匮乏的地方。大王要去攻打区区宋国，就好像一个过得好端端的人却患了爱偷东西的毛病。但是楚惠王称霸天下的心思已经根深蒂固，单凭墨子的一番劝谏说辞很难让他信服。楚惠王相信凭借公输班制造的最先进的工程武器，可以毫不费力地灭亡宋国。后来就解带为谍，就是做了一场模拟，用现代语言讲就是模拟军事演习。墨子解下了身上系着的腰带，假设是城墙，再拿几块小木板当作攻城的工具，和公输班演习了攻城与防御的整个过程。公输班一连使用了9种攻城的方法，可是敌城依旧巍然屹立，最后公输班已经无计可施。可是墨子的防御方法还是层出不穷，这个情况大大出乎了公输班的意料之外。公输班是输了，这个时候楚王呢也知道，如果用公输班的这些武器和战法去进攻宋国，对墨子的这个弟子部队啊，是肯定是要失败的。但是公输班并不甘愿认输，他说，我已经想出了办法来对付你，不过现在不说。墨子微微一笑说，我知道你想怎样来对付我，不过我也不说。一直看着两个人争斗的楚惠王，此刻最想知道的是公输班怎么样才能战胜墨子，而墨子又会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后来楚王就问其故，究竟怎么回事，墨子就一语中的，他说公输班之意就是把我杀了，这样呢战争就能打赢。他说你即便今天把我杀掉了，他说我还有这个秦国立带着我300多名弟子还仍然守卫在宋城上，一旦出口位我还就得等过你。你看他这个东西，这个大义凛然的，那就那个东西他都准备一次啊。楚惠王听了墨子的话，又亲眼看到了墨子守城的本领，只好说，先生的话说得对，我决定不进攻宋国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战争就这样被墨子阻止了。这是一个非常正义的行为，这个行为从军事思想上来讲顺无秉胜训武讲善病伐谋，善病伐谋就是三等最高的用兵之策，
挫败敌人的计谋。墨子这就是用的三柄伐墨之计，挫败了敌人的战争意图。另外孙武又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哉也，没有打仗就把对手的部队出服了，是好种最好的。那么墨子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阻止楚国攻打宋国呢？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民不聊生，广大民众渴望弭兵息战，休养生息。生活在民间的墨子体察到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厌战情绪，也因此洞彻了战争对人类社会的伤害。关于墨子的身世，从古到今有很多的推测与争议。司马迁在书中记载墨子仅短短的24个字，从司马迁开始推测大概是宋国人。据我本人的研究推证，墨子本人应该出生在河南省鲁山县。鲁山人说墨子他爷是当官的，跟人当过官的，他说墨子他爷给宋国当过大夫。我想这个司马迁后来这个给史记当中给墨子写那个墨子的时候，他说该墨弟宋之大夫是不是吾把墨子他爷在宋国当大夫，吾写成墨子了，这个东西也有可能。在墨子出生的前后，他的家族曾经经历了一个由贵而贱的过程，从此墨子归属于民间，平民的烙印伴随了他的一生。当地人传说墨子的父亲叫墨统，原来就是因为在这个皇宫里面做事有所得罪，从那儿逃难到鲁山县，这样呢就是生了墨子。这鲁山人的传说呢，就是墨子的父亲就是个工匠，鲁班就是公输班呢，是墨子他父亲的徒弟。那是跟当地传说是墨子和鲁班避风筝的一个地方，也都起名叫风筝山。鲁班他跟墨子他俩跟风筝山放个风筝，看谁的风筝起高，墨子放的高，墨子赢了。墨子赢啊，墨子赢了。墨将军那我记得就是鲁班他的家乡。当时是鲁班走的是瘸，墨子做了一个圆，他这圆和瘸比的时候都在风筝车上比三日不落。墨子的父亲呢，就是在那个战场上试验那个兵箭的时候死了，说这东西，这个是传说，这个东西不足为证啊。说这时候墨子的父亲就没了，他母亲那肯定也是个家庭妇女，那个是住在那个山里。这东西，那少年的时候他是很艰苦的。后来他去这个鲁国学习儒家文化，那么在墨子学到儒家文化以后，他就形成了楚国的思想，后来周游列国，形成了他的丰富思想。所以墨子的思想中间呢，就丰富了更多的各国的思想的内涵。在墨子生活的春秋晚期，中原各国之间的攻伐与兼并愈演愈烈。在墨子非攻篇中，墨子非常强烈地表现出对战争灾难的深恶痛绝。他说，现今每攻打一座城镇，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死，老百姓欲生不得，欲活不能，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墨子也因此看透了战争的本质，于是他提出了一套在当时看来几近异想天开的大胆设想。平等加盖，要人人相爱，只战骑兵，大家不要打仗，不要打仗叫干什么的？他说，大家要赶紧去从事。他说那从事啊，就是去工作。在墨子看来，军事进攻只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与生灵的涂炭，因此他大胆提出了不要军事侵略、兼爱众生、交往互利的社会组织原则，并加以身体力行。
母子到宋国，亲自为宋国守城。后来齐国要攻打鲁国，他又跑到鲁国，最后又跑到齐国劝齐王不要打鲁国。手镯都剩了老茧，还整天在这个玩我的工作。晋国要攻打魏国，他又跑魏国，魏国守城。他就是一种苦行僧，就是一种既节俭又是呢能够吃苦忍辱。曾经打算攻打宋国而被墨子阻止的楚惠王非常欣赏墨子的胆识，想让墨子出仕为官。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国也曾经盛邀墨子做官，并许以500里封地。墨子对封地与爵禄视若不见，却提出了听吾言用我道的交换条件，结果国王们只能放弃用他的打算。但是这些挫折并没有击倒墨子，相反，他用夜以继日的辛苦劳作顽强地实践着自己的主张和理念。墨子莫定放逐，立天下而为之，连反对他的人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说你辛苦的什么程度啊，呀，说我忙的头不是头脚不是脚。这是河南庐山的有这句话，我想着他这个莫丁放逐啊，也就是忙得头不是头脚不是脚。没人家是扔庙人，这是没人跟这事儿啊交出去的。这是这个费用多少了？3000。嗯，有3000人。这地怎么坐这儿嘞？在什么地方？这跟这交人有啥嘞？墙上跑马，种瓜，交人吃。墨家这个主人呢，他是一个准时化的主人，就是他的生产，他的用途，一切都靠自己创造，自己来实行。他既是生产，又从事经营，就是这样一个学派。根据史料的记载，墨子的弟子人数众多，他们节衣缩食，终日奔走往来于各国之间。贤能者到各国出仕做官，推行墨子的主张；强壮者带领弟子们演习军事技术，建设防御强兵；智慧者研究百业生产技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这支力量成为乱世之中一道最具生气的风景。墨子的这个学派呢，它主要是从事的生产、科学研究、军事训练也是一个方面，但是他不是主要的目的。同时呢，他这个弟子中间，这个从事军事活动的人呢，比例也不是很高。但是每个人都是能人，能够训练到就是符合人道，死不还手，就是前面是火，脚下是刀尖，冲过去不会回头的这种侠义精神。墨子及其弟子们的苦行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着非常大的矛盾。当时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经被王公贵族们视为正统，学说与强大的儒家学说针锋相对，势同水火。孔子讲，我爱我的父母亲，胜于我爱我周围的邻居，爱我周围的邻居胜于我爱其他邻邦的邻居。也就是他这个爱是分等级的。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那么多年来裙带关系一直不断？这就是从儒家那儿能找到根据。那么墨家思想和孔子截然相反，墨子讲究的是这兼爱，讲究的是善贤。在墨子的眼里，儒家坚持厚葬，父母死后实行3年之丧，因此把人民的财富和精力都浪费了。儒家强调音乐，造成人们都去学习礼仪，崇尚音乐，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那个儒家是比是这个反对墨家的。孟子他把那个墨子骂了一通，说禽兽都不如。他说你主张平等，那哪能平等这个东西？
哎，他这都是误君误父啊，误君误父，哎，这个误父误母，叫他禽兽不如，他这样骂他。墨教思想代表的是平民阶层思想，是平民思想，统治阶级呢有点不愿意采纳，因此墨教在社会的影响受到政界的强烈的打压。墨子和他的弟子们虽然努力地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但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数十年后，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豁然回首，看到的却依然是兵灾连年，战火遍地，百姓仍然饱受饥寒困苦。那一刻，他心中的凄苦和悲凉可想而知。他的一生就是要去主张，要去爱人，去帮助人，为人解困，解人之难，救民主于水深火热当中。他的一生他就这样，但是他后来看到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做不到了，是不是？他也不能再跑了，他体力也不行了。俺这儿的去我是合阴寺，墨子老了，来到这儿他们归呢，就说是归洞，就进了个洞。哦，进洞了，隐藏起来。就在印度那个通书，藏边那个通书，过去都是洞。当地传说，墨子进洞隐居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在洞里，他常常一个人静坐到很晚，思索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也思索着自己难以实现的政治主张。我想说，是不是他会有一种伤感，是不是感到非常惭愧？我这跑一辈子，你看看哈，我没竟然仍然今天的天下仍然是这么乱纷纷。我觉得他会也很伤感，不过我觉得这个墨子这样的人物，墨子这样的胸怀，哎，他自然肯定他在当时隐居的时候会有些伤感，但是他会还也会很超脱，他也会感到很安然。我觉得为什么呢？他毕竟他要说都能做到的，他都做了。公元前390年前后，86岁的墨子永远地停止了思索，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翻开厚厚的历史，在那些富丽的高高庙堂之上，在那些奢华的礼仪音乐之中，还有那些冷血的兵戈战乱之间，竟然难以找到一处墨子学说的容身之地。2000多年过去了，墨子的思想几乎成为绝响。而山水清丽、生活粗糙的民间，百姓们却不忍心让墨子自苦，他们精心地将这位先贤塑成了供大家顶礼膜拜的神像，满怀虔诚地把他放进了自己心中万分崇敬的殿堂。搁这塑塑像，师傅他问我，那当时我也搁这招呼嘞。他说：“你塑啥样嘞？”我也没塑过梅子像。我说：“那梅子是个好人，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是个官，起码是可威武、可庞大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塑的好看一点，庄严一点都行了。”群众都对他有尊敬了，见我面要哈，有的沾说，有的难说，最后总结一下：黑泥捏个梅子娃，黑发头，大脸蛋，相片眼，高鼻梁，一身黑袍明晃晃，造脚大刀别腰上，吃完药奔走马，腰里捏个万宝暖，是一零发的长，天下无着一扫光。